往这前放的。算了，蝴蝶前面吧。完了。你的发胶到了，怎么用呢？就是你做好发型之后喷上去就可以用了。就是比如说你要把它定住，然后你就把它弄起来，然后然后定一下，它就定住了。嗨哈嗨哈哈嗨，是有打。我没有吧，我摸的话多好玩啊。现在怎么样呀？我哎呦，我看到我当时的表情，我当然没看到，我在台上的我怎么看？我现在看，我在笑，还能在干嘛？是我用了隔壁的网。嘟嘟嘟嘟，智齿都看见了，可真还行。那就你看，是得重启啊你。没人发弹幕，肯定就是因为卡了。没错，肯定。昨天染缸都给我卡出表情包了。我喝的是泡腾片。陈琳还联网看 iPad。 对呀，但我手机卡。不敢，谢霆他说了不敢，你们都没听到谢霆说不敢吗？我怕陈琳抱不动我。对呀、啊，我上次也是抱，谢霆一抱我，给给。你要不要去女一房间？好可怕，被人抱。去女一房间吧。他刚回二楼了呀。谢谢浅蓝送的荧光海。今天的 MC 也很有意思，有425个人在看。
我不想证明一下自己。有万一现在一没受伤，我受伤了怎么办？我受伤，我这个小腰。我说我去绿衣房间。都折了怎么办？嗯。MC 三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短，这还短。大家已经会编，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，说模仿粉丝。可是我不想去，我现在用的就是隔壁的 WiFi。模仿粉丝就开火车，在战区开火车，然后呼呼火发动，然后会什么？那我们聊点什么吧，都已经乐了那么长时间了。衣服是史努比里的谁？我 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下一个 vlog 是什么时候，可能过几天吧，可能圣诞吧。我关键我也不怎么出门，我不想出，不是不想出，就是我也不怎么出，我出去不知道干嘛。为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滤镜很漂亮，我想紫色好看吧。没找到，然后就只好用那充个会员。明天要出去录音。我又给自己发，我一会儿就上传就发，我又给自己发给。录，要多拍拍视频，我必须要把这个我们队的歌的、这个，就是要重新再录一次，不能白花这个，是以前的歌要重新再录。我的分词就跟当时一样，但是说就是比我看的分词一样，也要再重新录。20块钱，不可以加，新什么声音呀、啊？我的声音还是以前跟以前一样呀。又是一个，差点点击啊！重新分了分词，但是很荣幸，我的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分词。什么叫上下其手是什么意思？不懂。不懂。哎呀，明天又要公演了，现在已经九号了，十号又要公演了。我就感觉上周公演完，这三天就跟没过似的，一下又公演了。我今天特地就是没怎么画眼影，不是现在很流行弱化眼影吗？就是我看 NMIX 他们的妆就是非常的干净，虽然我也画不出来人家那个妆吧，但是就是没怎么画眼影。本来要睡觉了，就该早睡该睡觉。对，就是要闪。It's like a
被你踹醒了，那你趁他醒的时候赶紧睡，不然怎么办？想赶紧抱他。我冲饿了吗？才花了。我没看过那个演的，我没看过。干杯。我买了很多泡腾片，我本来想买那个泡腾片，力度深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也一直喝那个，但是没买到，然后就买了，就随便买了一个泡腾片。囤一点。VC 小药丸，我也买了 VC 小药丸，还没到呢。我一直吃，一直都吃，但是没坚持吃这个第二期 D 维生素 B 二，还有维生素 C。维生素 C 又吃完了，没有了，上海没有了，就是我都是从家带来的。然后就买了那种维生素 C 的那种小片片，就是含在嘴里吃的那种，还没到呢。泡腾片先到了。泡腾片味儿不对，味儿挺对的呀。我高中同学还问我，问我买这个买那个了。我今天本来想在点外卖买一个泡腾片，然后呢，然后买不到，我在京东上面下单的，不是想象中橘子味儿，嘿呦，就直接吃橙，我准备明天买点橙子和猕猴桃。不是，我就是下单了之后吧，他说配送员去拿了，过了一会儿看他们给我退款了，药店关门了。嗯，明天点点橙子吃，猕猴桃。这个陈林放在这儿放了20年了，在这儿。哦，这个橙子。现在就吃了它。明天起来还要吃鸡蛋。柑橘王，再见，晚安，睡觉。我当然不回去了，等下个月回去，一个月之后。今天宋欣冉还说你怎么回，就问我怎么回去，然后他说要不你让你爸开车来接你回去，顺便把他，就顺便把我给捎到回济南吧。把他让我帮
他让我爸来接我回北京，然后顺便把他送回济南。就路过山东的时候给他放下。然后我说那让孙小燕儿他们家来接他，顺便到北京了把我给放下。他说你坐高铁回去很危险，你让你爸开车来接你吧，顺便把我放回山东去。太可惜了，没看公演。让他走回济南。我准备春节时候搬家，我都选了一个宜搬家入宅搬家的好日子。从哪搬哪，从这个门搬到那个门。我家呀，就是从这个边的门走过来搬到另一个门，没了呀。当然要选一个好日子了，选一个好日子正式的睡在那边。我嫌自己太胖了。主卧大作战。仪式不搞仪式。对呀，从这个宫搬到那个宫去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叹口气，让我想想过年的时候在家里吃什么吧。我也觉得怕，我怕他们抱不动我。吃烤鸭，哪有烤鸭呀？烤鸭不得去外面吃，打包回来叫外卖吃。哎，还得买点什么春联什么的贴呢，还没买呢，得买点新的兔年的。腰力不厉害，吃涮羊肉。粉条都不知道。上海不知道有没有大董，肯定有吧。谢谢。大董有点贵吧。我没吃过全聚是什么？全聚德吗？我现在就想吃烤鸭了。嗯。
一口一个室友，便宜房便宜吗？便宜房，但是我就吃便宜房，因为离家近。没吃过四季民福，一次没吃过，因为家附近没有。我上错了两次。南方的烤鸭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，什么样的？黄味的。哎呀，我现在想睡觉了。过年一定要吃的，没有。没有，过年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冰淇淋啊，吃薯片、巧克力、嗑瓜子儿、炸鸽子，喝奶茶算吗？可以吗？没吃过南方的烤鸭，鸽子就是我说不出是什么，是那种炸的。小吃，鸽子都不知道。鸽子盒。我播到十二点半没来得及。哎，晚上公演太晚了，太疲惫了。胳膊窝，鸽子窝。我过年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以前喜欢在暖气片边上吃中街雪糕，我一次中街都没吃过。中街是不是有点贵呀、啊？我没吃过呀，不贵，那是哪个贵呀、啊？没吃过中街。那应该就适合做事，安静的唱，你要编舞也可以，加油。哦，中靴糕，贵，还不化，就是我吃，我感觉在嘴里它就不会化的那种，必须要嚼。哦，中街1946，对呀、啊，我说是那个。没吃过那个。我记得1月份的时候，我跟我朋友有一次出去旅游，好像-16度吧，还是16几度吧，14、15、16度吧。我俩站在大街上吃冰淇淋，冻死了，但是很想吃，出的新口味。出轨是吧？其实我还不太理解。我俩就硬着头皮吃，可好吃了，舌头粘上了，味道，舌头会粘在冰棍上，然后嘴也会粘冰。我们那次是出国玩去了，很冷，在大街上看了一个小时路演，然后去买了个冰棍儿，不是，买了冰激凌吃，绝了。马蹄儿好吃，好吃，应该买点冰棍儿，过年的时候吃。冬天铁门铁铲。舌头粘上，太可怕了！我看到了，
开学就被学校赶回来。冻豆腐吃，做白菜豆腐啊，冬天你我们会喝白菜豆腐汤，每顿晚饭都会有白菜豆腐，白菜豆腐保平安，几乎每天晚上都喝白菜豆腐，很好听，好喝，白菜豆腐好喝，可以里头放点浓汤宝更好喝。冻豆腐，对呀，冻豆腐吃火锅的时候吃。白菜豆腐就白菜巨好吃，就是你们把白菜叶儿放在那个汤里头，白菜帮留着，留炒醋溜白菜。除夕当然是我，就每天我们都喝白菜豆腐，每天晚上都喝。白菜豆腐汤。珍珠翡翠白玉汤，不知道。白菜豆腐保平安。我觉得像陈雨晴也挺好听，雨过天晴。乾隆白菜哦，雨过天晴。不会啊，就跟你每顿饭吃米饭，你会腻吗？有时候偶尔，比如说一个星期七天喝六天。白菜豆腐喝一天，什么菠菜鸡蛋汤，什么西红柿鸡蛋汤之类的，或者有时候就不喝了，有时候不喝汤，吃面什么的不喝汤。就是一个汤而已，就是跟你一样，就是为了吃菜，为了吃里头的白菜吃菜。也不是必须有这个汤，就是像一个，就像早，有的人早饭就是会吃一个鸡蛋，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一样的呀。过饭年夜饭，好的。哎，仨人吃，哎呦，也就那么一点东西，我们都吃不多的。紫菜蛋花汤。白菜豆腐才简单呢，把白菜和豆腐往那个水里一搁，然后你就开火，然后让它咕嘟，然后你就放一点浓汤宝进去，然后就可以了。你就等着它，你就一直咕嘟它，你就去做别的，然后把它关了火，端桌上就可以喝了，很好喝的。就是为了吃菜啊，为了吃菜，有时候汤我们可能不喝，就是把菜捞干净了。我会亮一首什么呢？我会用烤箱烤点东西。我想想，我们家喜欢炒的菜，喜欢炒西红柿鸡蛋，炒合菜，炒三丝儿，还有茄子，还有。菜花儿，葱头，豆角偶尔吃一下，炒合菜，就是杂菜，炒合菜就是鸡蛋丝儿、菠菜丝儿、胡萝卜丝儿、粉条炒一起。不要叫我念心，求求你。就总不知道该做什么，就做那个。炒三丝儿也是，胡萝卜丝儿、青椒丝儿、土豆丝儿炒一起。以后跟我呢，纯爱。我已经饿了。那个时候很流行。我饿了。没有混的好吗？那个时候才不懂这些。炒饼，好久没吃炒饼了，以前经常吃。睡觉了，因为我该睡觉了。我
不想吃这个橘子橙子。过年只有罗非鱼、白切鸡和扣肉，抬人抬累了。所以的哎呀，我真佩服熬夜的人，怎么熬的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这300多斤，不知道能不能被抱。抱不动吧，300多斤的小胖子。我给你们推荐，你们怎么不看我给你们推荐的《招招藏不住》？那里就什么都没有。两杯咖啡还精神点，还有那个先吃的那个小青花。难得呀，早睡。结果我熬夜了，所以你熬夜了吗？那是我的错啊。他叫卢比。努比睡了，困了，我要下播了，我不想播了，我困了，我想睡觉了，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睡觉。你在看我的小青蛙吗？你大夫都睡得跟猪一样了，他在床上都睡得跟猪一样了。哇，好，我大夫早就睡了。本猪也要去睡觉了，再见大家。